这边有虎头蜂窝，这个1800。妈妈，啊，有点高。等一下看，虎头蜂窝。哇！好大的，看不看不到。一直反光的嘞，这么反。整个反光，这样子。看见了？看得到了，妈妈看得到。看到了吗？真的耶。好。就是那棵绿色牌子上的树上有一颗黄黄的球。是真的。你看到吗？有看到啊。好多，对啊，吓死人了！我想要开锁了，还有十分钟，哦，好多哦，会密集恐惧症哈，哦。我本身就有。拿走了。这颗在哪里？你看看这一颗，它这是黑的，很大只的。哦，仔细看它有没有？它这边其实黑黑的爬出来，现在肉眼看不到在哪里。它躲在树当中。对啊。肉眼还看不到哈，很奇怪。我把它缩小看看。这边有一颗啊，这一颗，然后这边有个小的，小的这里，啊，那里。那有的橘橘的没有，橘橘的那就是了，这肉眼真的看不到，它是个蜂窝。都给我了。